当队友听见我捡到了信号枪，嗨，我又来了。要苟住啊，赛季末上战神最后一把，我可不想掉分啊。我去，信号枪！哎，兄弟们，我捡到信号枪了！信号枪！死猴子，等你干一炮了再打呀！大师兄，你把握不住，让一炮哥来。骗你炮哥，这信号枪我必抢。哎，不是，真的骗你俩，真的有轰炸区，别来呀，别来，别来呀，皮蛋，你快走，轰炸区呀！哎呀，沙炮，你快走啊，皮蛋都炸死了，你还来轰炸区呀？轰炸区！我都说了，让你俩别来，你俩偏要来，不就是把信号枪吗？你说你们至于吗？小哥哥，上车去打信号枪。好啊好啊，小姐姐，要是你刚才来接我的话，肯定不会杀到的。搞笑，我是认真的，我是大师兄，点个关注吧。